车呀。满口的辣椒的香味，主持人小木给大家带来现场报道。它是那种很纯天的那种香辣的味道，真香啊！然后这个辣度是你嚼断辣椒籽之后会有点辣，油泼辣子的香气带着微微的麻，然后又有它独特调出来的那种料水煮出来的味道。首先我们要致死量的麻酱，再来点混合花椒面、鸡精、牛辣椒。再来点致死量的醋，那你这个太夸张了，没想到送给人的买一次糖，一勺白糖，帮我搅拌一下。我搅拌不开来了，我天！哇，我这多少钱？咱这是什么辣椒呀？